怎么回事啊？写的什么破剧本啊？这是大男主的戏，男主向来是要有三妻四妾的，看媳妇儿得关巧温顺，贤良淑德。就比如那场夫人去青楼的戏，你可以这么写啊。来了，少夫人，少爷都在青楼待三天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娘都已经气病了，就算是跪下求他，我也要将他劝回去。 切，在我的领域里，你还教我做事，瞧好吧你。秦真，女一号，金融管理天才，跆拳道黑带，麦肯基高级合同，穿越成了第一镖局的少夫人。而她穿过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青楼抓奸。 公子买单，大家玩的尽兴啊！叶公子，不愧是叶明章那个大冤种。爹，喝酒。你怎么来了？扰了爷的雅兴。叶夫人。 这好像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吧？阿扎之地，我的确不该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叶云舟，纨绔子弟，现在这个身体名义上的夫君，眼盲心瞎，容易被激怒的愤青。云烟姑娘，来者是客，帮我斟壶酒吧。爷，哼，你有什么资格让他帮你斟酒啊？他一个青楼女子，不就干这个的吗？ 你这么心疼他，要不你帮我斟酒？清真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包个青楼女子，你还有脸了？头顶一片绿，还把人当做宝，他夜夜换新郎，难道你喜欢与人共享？让我给他道歉，凭什么？奴家向来卖艺不卖身，我与云州是两情相悦。叶夫人，你羞辱我不要紧，怎可如此羞辱云州？ 清真，给云烟道歉。否则什么？否则我就休了你。叶公子，客官，您这是干嘛呢？没看见吗？我夫君再来的话，我烧了你的画楼。 叶公子，你的面子丢光了。叶少爷，女人都骑到你头上了，这不行啊！你，清真，你还想活的话，跟我回去。清真，不一定要休了你。夫人，少夫人跟少爷回来了。娘，腿怎么了？黄花梨太湿，紫檀龙纹桌子，汝瓷的茶具，可真是个有钱的婆家呀！我要休憩。好端端的，你休什么憩呀？你问他。哦吼，慈母多败儿，这是典型的慈母。 你喜欢什么样的儿媳？应该是贤良淑德型的吧。娘，她是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才要休妻，她还要娶那个继子。什么？你别胡说八道！你怎么如此糊涂？娘，儿媳便自己下堂，只是儿媳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夫君如此糊涂下去。她要真娶了那个继子，那以后…… 天下人该怎么看他呀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，你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人家真人还在为你着想，你竟然还想休了他？
娘，她是在颠倒黑白，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我今天一定要休了她。哎，我为了规劝夫君，不惜去了那阿家之地，没想到竟惹夫君如此厌恶。娘，夫君想要休妻，那就随他去吧。你这个混小子，我打死你！娘，你爹都不敢休妻，你这个臭小子！我也对不起爹，这就给爹下跪，不跪三天三夜，我绝对不起来。真儿，跪也轮不到你跪呀！你，给我到祠堂跪着去，给我一直跪到三天也太多了，我这夫君的膝盖啊，肯定也受不了。咱们就一夜，一夜跪着去，还不快去！叶总管，把他带走。水走，娘。水走，走娘。娘，真儿，真的委屈你了。咱们走。这头型太少女了，不是我的行事风格。你不是锦，你是谁？开始怀疑了。秦真胆小懦弱，连跟我大声说话也不敢，甚至他一点武功也不会。武功？我不过是会点擒拿术而已。只能说你太弱。到底为何来这儿？不告诉我的话，就杀了你。杀我？那你可得背上谋杀正妻的名声，你背负得起吗？快说，你把秦真藏哪儿去了？我就是啊。要不你自己检查检查，这是不是秦真的身体？不可能！卑鄙无耻，阴狠毒辣，你根本就不是他。叶云峥，你为了一个青楼女子这样羞辱夫人，你的自私凉薄已经杀了我一次，还想再杀第二次吗？这点承受力啊，太没劲了！老娘就喜欢虐人。少夫人早，老夫人吩咐奴才把府中帐门给您过目。老夫人还说什么呢？老夫人还说希望少夫人能规劝少爷振作起来。老爷走后镖局一日不如一日，如今正值生死存亡之际，少爷如果再不回去主持大局，只怕这第一镖局的招牌都要砸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太不把我当回事了，第一镖局有点意思。叶总管，少夫人，镖局的账谁报上来的？回少夫人的话，是张镖头，他是咱们镖局的总镖头。老爷死后，镖局的相关事宜都是由他负责的。是吗？原来我们镖局还有这么大个蛀虫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有事吗？叶总管，账房呢？什么账房啊？难道叶大少之前一掷千金都是管账房要钱啊？这次想要多少啊？谁说我是来要钱的？爷身上多的是银子。哼！你们都给我好好看看啊，看我这肱二头肌是怎么练的。好好的给我看着点啊！叶总管，加根单杠。啊，是。少夫人，何为单杠？这就是单杠。张镖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就当我对不住老东家吧。你这么走，带走所有镖师，没有镖师怎么走镖？
东家尸骨未寒，你们这么就走了？你对得起死去的老东家吗？对不住了，张镖师恐怕已经找好下家了，不过不知道是哪个镖局啊。少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这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无可厚非，只不过这行有行规，你要走也就算了，为什么把人都带走？这恐怕有些不太厚道吧。人各有志，他们是自愿随我离开的，难不成少夫人这也要阻拦？这就奇怪了，你一个总镖师，人家要挖你，这开出的价码肯定是数倍，那他们呢？这些年轻的镖师怎么开价呀？哟，投奔新东家呀？哎，这俸钱多少啊？啊，师傅还没打给多少俸钱呢。住口！师傅难道会坑你们不成吗？这什么镖局啊，能养得起这么多镖师？恐怕想来一张釜底抽薪吧，让第一镖局无镖师，然后趁机吞并他们。至于这些年轻的镖师，随便给点俸钱打发了，他们将来的死活你们肯定不会管。我说的对吧？胡说八道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跟我走？哎，愿意留下的，我俸钱加倍。另外，我会选出一个新的人担任镖局总镖头，不看资历，只看能力。啊，这少夫人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只不过镖局账上根本没有钱。少夫人这话只不过是哄傻子玩的吧？那账目的事情，你一个总镖头怎么会知道？这种人，难不成你已经把手伸向我的账房了？胡说八道！你这是质疑我？老爷在世的时候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大家相信我，半年之内，我会让第一镖局成为天下第一镖局。好，半年想成为天下第一镖局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！一个女人的话，你们也敢相信？都跟我走！哎，闭嘴了！你们到时候可别求我！哼！听说叶夫人大闹春晓阁。可有此事啊？小二，结账。那我们下次再与叶少开怀畅饮吧。怎么妾身一来就要走了？哎，嫂夫人怎么来了？快坐快坐，刚刚还说到你来着。说了什么了？听说叶夫人大闹春晓阁，绑着叶少回府，传遍了整个凤城，可有此事啊？你们都听错了，我夫君只是喝多了，我把他送回去，怎么就成我绑着他了呢？我这一弱女子啊，哪有这样的本事啊？可是嫂夫人扬言要烧了凤兰仪，在场人可都听见了。这话倒是没错，那个地方还是烧了干净，不过我家夫君说了，他以后再也不会去了。夫君的话我还是信的。看来嫂夫人跟叶少爷已经重归于好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怎么就要走了呢？哎呀，这菜都凉了。小二，哎，上菜。好嘞。来，经常听夫君说起你们，我先干一个。嫂夫人好酒量啊。府中还有事情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各位。云州，能不能送我一下？怎么不走了？你听一下，叶云州这个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，这酒菜还行啊？是啊，给咱点这么不中的菜。那下次哄他换个地方。好啊，要不然换我们凤兰仪啊。凤兰仪行啊，有酒有肉，还有姑娘。来，既然他们当你是冤大头，不如坑他们。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等着被坑啊！新正，这次我估摸他们得付二三百两，我打过招呼，这个钱不给，他们肯定走不了。
啊，这是为了出气。这么看来，他也没那么讨人厌。哎，我以为你这次来是为了给我难堪。你后面点的那些菜，就是为了坑他们。你现在应该没多少银子了吧？不坑他们，难道坑你啊？啊，对了，娘说了，以后账房归我管，包括你要之前都得经过我的同意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说，你给娘下的什么药？你之后每个月只能支20两。20两？秦明，你别胡来啊！你姓秦，不姓叶，叶家是我的。你说你，除了会花钱之外，做过什么贡献吗？对于家族而言，创造不了价值，反而浪费资源，等于养了个废物。别拿鸡毛当令箭啊！叶家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现在开始啊！你大可以试试我的底线，我倒要看看叶大少是怎么给人端茶倒水。凭什么让秦真管钱啊？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？娘，我以后从账上支银子，是不是都得经过他同意啊？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？周儿，你最近有点胡闹过分了啊！人家真儿明事理，识大体，我把镖局交给他，我放心。娘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，他就是想独吞我们叶家的财产。少爷，话不能这么讲，那是要不是少夫人。那张镖头就把咱们的镖师都带走了，咱们的镖局就完了。那也不能让他管着我呀，他一个月就给我20两银子。娘，娘，他在酒楼花了100两。你吃什么了？花100两？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花了？那还不是因为我去了。娘，他要是一个人喝也就算了，主要他还请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人。他们不仅大吃大喝，还要侮辱夫君。夫君之前去喝花酒，也是他们怂恿的。什么？你还敢去喝花酒？我打死你这个逆子！娘，打死你！你爹都敢去那种地方，气死我了！娘，这也不能怪夫君。要不是他耳根子软，身上有钱，就容易被哄出去。你就是个傻子，你！气死我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的钱全部交给你媳妇儿保管，听见没有？还有，你少给我去那种乱七八糟的地方，跟着你媳妇儿学学怎么管理镖局。娘，你怎么不帮着自己的儿子，反倒帮着这个外人呢？原来我在夫君眼里就是个外人，难不成夫君还想休妻吗？他敢！别装了，我不吃你这套。我娘，这儿媳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好。你别闹人啊！哎呀，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你就别想休妻。夫人，消消气儿。少夫人，夫人让我把库房钥匙拿来。我就知道你刚刚在演戏。你要把库房钥匙都给他了？是的，少爷。叶总管，请回吧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对我越不好，作为娘的心理愧疚就得补偿我。娘还挺大方的，这叫心理债，明白吗？你太阴险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叶少爷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从你任由一个青楼女子羞辱我开始，你就已经输了。现在管家全是我的，库房钥匙是我的，将来镖局也是我的，而你什么都没有。我要跟娘揭发你。你觉得娘会相信你吗？你现在不过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，形象一旦根深蒂固，你觉得谁会信你？我
现在是不是很愤怒？是不是想挽回这一切？我有一个办法，镖局正在招镖师，如何将一个普通的招镖弄得有声有色，人尽皆知？要不要试一试？你在指使我？你别忘了，我才是少东家。醒醒吧，少东家，你现在不过是我一个助理而已，我可以给你开薪水，一个月5两。不是说一个月20？我改主意了，你要是工作的话，一个月5两；要是不工作，1000都没有。想让我帮你干活，门都没有。你不会要告状吧？这么大人了，挺丢脸的。你难道还要钱？这么大岁数还要私房钱，好像也不太合适吧？98，哎，老赵还有两个啊。99，100，哎，对，哎，哇，会动，哎，这我也会，哎，你看，可以啊，得了，不错不错，不知羞耻。你想好了吗？怎么招镖师啊？这还不简单，我们第一镖局招镖师，自然是别人求着上门。重点错了，我要的不仅仅是招镖师，是要造势，让大家都知道。重点是，还得少花钱。你在做梦吧？所以说呀，你不行。这是招标广告，你去把它贴了吧。哇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你信不信？只要这个一发出去，会有很多人感兴趣。你的任务就是在一日之内把它都贴完。你知道凤城有多大吗？一天之内，怎么可能啊？这就看你的能力了。你要是不行的话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哦。你想让我知难而退啊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给我等着。你把衣服脱了干嘛？当然上床睡觉了。你可别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啊！你想什么呢？睡觉。他就这么睡了？不对，肯定有阴谋，不能睡，得盯着。对我干嘛？我睡得好好的，是你非要凑过来抱着我的，还问我对你做什么？不可能！今天还要贴招贤令，你别忘了。少爷没去鬼混，竟然去了镖局。他听了少夫人的，为镖局招募镖师去了。他真的去了？您可别诓我啊！夫人啊，我哪敢骗你呢？少夫人真有办法，让他去贴布招贤令，他真乖乖去贴了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！菩萨保佑啊！按老奴说，咱们还是应该感谢少夫人。啊，对对对。还是真儿有本事，哎，对，贴那个什么招贤令辛不辛苦啊？你快去通知膳房，多准备点好酒好菜。夫人呐，少夫人说了，少爷这上进心啊，刚刚被激起来，你可不能纵着他了。你要是纵着他，他又该半途而退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糊涂了糊涂了。
都听真儿的，以后啊咱们都听他的。小我堂堂第一镖局少东家，竟然落到了去贴什么招贤令，让人瞧见了，笑什么话？真是个废物，连这个都做不到，这辈子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走啊！好。少东家嘛，第一镖局是不是没人了呀？竟然让少东家快贴这种粗活，没听说吗？第一镖局都快开不下去了，连总镖头都跑到威武镖局去了。快看，他贴的好像是招贤令，难道第一镖局要招人了？你想一夜成名吗？你想发财致富吗？赶紧看看第一镖局，梦开始的地方。少东家，不贴了吧？丢死人了！走吧，来，赶紧看看。嘿嘿，第一镖局如今真是上不了台面，居然能贴出这样的招贤令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，哪里还有天下第一镖局的样子？哎，你们猜猜，谁贴的这个招贤令？就是他们的少东家叶云洲啊！这可真是个新鲜事儿，堂堂少东家竟然沦落到出来贴告示的地步。这我可得亲眼去看看。发家致富，敢夸下这样的海口，这第一镖局恐怕真有这样的底气。哎呀，都是唬人的。哎，我听说啊，第一镖局待遇不错，而且不论出身，只要有本事都可以。况且还是先帝御赐的第一镖局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？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有点意思，林一，走，咱们瞧瞧热闹去。糖葫芦哎，可以给我串糖葫芦吗？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带钱啊？没有。哎，小孩。小孩。想吃糖吗？只要你帮我把这些纸都给贴出去，这糖葫芦啊，这些糖葫芦就都给你了，来拿着。你怎么来了？可以呀，现在都学会用冰糖葫芦贿赂小孩了。你是想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你早就算计好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想要看我出丑。我告诉你，这么多纸，一天时间根本就贴不完。要不，你翻开看看。空的。我不过是想考察你的观察力，你这随便翻一翻不就发现了？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亲自贴吗？这不过就是一个噱头，第一镖局少东家亲自出，这之后你再也不是什么纨绔子弟。这招贤令是你贴的，人也是你收的，所有功劳都是你的，怎么就成笑话了呢？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哎，这铁盒行吗？哎呀，太重了，
么这么多人啊？这招贤令应该是起作用了吧？叶总管，哎，少爷，这什么情况？少爷亲自贴告示，足见咱们第一镖局的诚意啊！他们都是奔这个来的。听少夫人说，这告示是您亲自写的，您简直是奇才啊！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不是我写的，是少夫人。我的。哎哎，过来。虽然招贤令不是我写的，这是我，但是是我发的呀。哎，你是我的功劳，没错。拿了。哎，拿了。老爷，进去吧。多少人了？陆善，为什么说那招贤令是我写的？你不是想成为镖局的新主人吗？因为我希望这是高段位游戏，对手太弱了，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。游戏？当个纨绔子弟有什么意思啊？想不想啊？让他们都闭嘴？想不想成为第一镖局真正的掌舵人？云州，你长了一张还不错的脸，还有一个不错的娘，所以我跟你玩一局。你要是赢了的话，叶府的所有东西我都还给你。嗯。都给你得了。来，多吃点。谢谢娘。真儿啊，这几天都把你累瘦了，你可得多吃点补补啊。来，娘，我也瘦了。哎，那么多应征的人，你就一个一个的去面试，可真够辛苦的。要是缺银子，就跟娘说，娘给你补上。好。娘，我也缺银子。好意思说你，都成了亲的人了。好意思惦记你娘的私房钱，切！娘，他根本就不给我银子。你儿子我现在是身无分文，怎么那么偏心啊？你要银子干嘛呀？我出去鬼混呢。你怎么能跟人家真儿比呢？人家干的是正事儿。娘，他现在已经好多了，今天下午还要去面试呢，给镖局挑选人才。哎，谁答应你去了？你不去你试试，你敢不去我打断你的腿。我去啊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你真让我来问啊？对啊，你今天客串下人事部的主任。哦，请你坐下自我介绍。这自我介绍是什么？就是姓名、年龄、特长、喜好，还有梦想是什么？哦，如何将梳子卖给和尚？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这跟招标是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决定设立一个销售部门，负责拉单，也就是负责接标。他们需要极好的口才和交际能力，所以一会儿面试的时候，你要好好注意一下。那再看这题，如果你媳妇儿跟你娘同时掉进水里，你选择救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掉水里啊？这走镖的时候呢，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测的问题，测他们反应力，还有思维逻辑能力啊。胡闹！这哪是在招镖师啊？镖师不仅要有武功，还得懂得权衡利弊，尽最大可能保全镖不走失。这镖师光有武功没有脑子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叶云州，现在我是你上司，对于上司的话你不能质疑，只能服从。
外卖。如果你是一个卖鞋的，你去到了一个地方，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子，而且没有穿鞋的习惯，你如何把鞋卖出去？我会换一个地方卖。错，这是块没有开发的处女地，困境往往都是转机，任何人都可能是你的客户。如果你是一个开粥店的，你如何说服客人加一个荷包蛋呢？应该这样说，客官，您是要一个蛋还是两个蛋？如果你明确给出了选择，客人就会下意识不自觉地按照你的选择而选择，从而达到卖出荷包蛋的目的。林一，你去外面吧。给你。请坐下自我介绍，姓名、年龄、喜好、特长，还有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在下金玉，30，凤城人士，好读书，喜欢游山玩水。一个女孩在她爹葬礼上看到一个男孩，她十分喜欢他。几天之后，她杀了她姐姐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她想再办一次葬礼，这样她就能再见到那个男孩。树上十只鸟，射死一只，还有几只？树上旁边还没有其他树，树上还没有其他鸟？没有。有没有残疾的鸟或者饿得飞不动的鸟？没有。算不算肚子里怀孕的小鸟？都是公的。打死的鸟如果挂在树上没有掉下来，就剩一只；如果掉下来，就一只不剩。嗯。能考虑所有干扰因素，厉害呀。所以我被录用了。抱歉，不行，我不喜欢秘密太多的人。嗯，你身上的衣服乃上好的银锦，脚上的鞋金丝勾勒，而且极为干净，说明你养尊处优。昨天夜里下了大雨，道路泥泞，只要一出门肯定会弄脏。那请问你是如何保持的呢？阁下除非轻功极好，又或者身边有高手护着，像您这样的人我可不敢。厉害，你已经成功地勾起了我的兴趣。已婚勿扰，出门不送。在下有一镖，不知夫人敢不敢接？少爷，少夫人是想让你当总镖头啊。少东家是实至名归啊，我等拥护少东家。他能当总镖头？新孩子不服是吧？少爷干他。我这有只手臂可不太好使啊。不敢就不敢，装什么装啊。好，来吧，我就用这只不好使的手。这是真男人的战斗，我怕吓着你们。下死手啊！我觉得一般，没我厉害。你去试试。Yeah.
去，给我也拿根黄瓜。是。我累死累活的，你倒还挺会享受啊。赚钱不就是为了享受吗？否则赚钱干什么？舒服吗？还可以吧。我不当镖师了。不当镖师你会干什么？会看账吗？会管理吗？会走镖吗？还是说你想当米虫？米虫就是那种在大米里白白胖胖只会吃的米虫。哎，你所以说这走镖是最容易的，归根结底还是你太弱。哼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换作是你啊，一天都受不了。是吗？那不如我来试试啊。耶，这没法看，太血腥。你被那个新来的方程式吊打了？谁说的？想不想赢他？用你这种方式就能赢他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嘛，未必没有胜算。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趁机揍我呢？怎么会呢？我疼你还来不及呢。是这样吗？学得还挺快啊，为人妻者，位置既深远啊。我这不是在为你铺路吗？对了，为了不搞特殊化，今晚去睡大通铺吧。你，我堂堂少东家，你让我去睡大通铺？要么跟我睡，要么去睡大通铺，你自己选。无耻！我绝对不会从了你的。是啊，看什么呢？看月亮。月亮？这月亮有什么好看的？月有阴晴圆缺，月亮为何会有阴晴圆缺？为何会时大时小？世界到底有没有尽头？如果有，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？行，那你继续看啊。果然是高手啊。就是脑子有点不正常。爷，奴家喂你。长出息了，还敢来劝我？信不信腿给你打折？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爷上次因为那女人颜面尽失，这几日不见，看起来就又消瘦了不少，奴家的心都要碎了。定是那恶毒的女人又使了什么手段，才阻挠爷来见奴家。最近家事繁忙，跟他没关系。听说爷竟自己去贴什么招贤令，真是颜面尽失。爷是什么身份，怎能受这样的羞辱？定是那个女人的主意吧。你为何会觉得是他的主意啊？他上次那么羞辱你，可见心思恶毒。你们已经撕破脸了，之后定会换着法子来折磨你，阻挠我们见面。爷，要我说，你就该以七出之条休了他。
我的家事何时轮到你来多嘴了？奴家只是心疼你嘛。少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起！哎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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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当家的来了！加油！加油！让那个女人出来！张镖头，这有了新东家就是不一样了，学会叫了。听闻第一镖局的新主事是叶少夫人，特意前来拜会。您客气了，我只是暂时代替而已。少夫人何必自谦呢？这几日街头巷尾谈论的那可都是第一镖局，说少夫人真可是好手段。不过我心知第一镖局如今艰难，我愿出钱为第一镖局排忧解难。您这一来就要送钱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做慈善呢。我听说这第一镖局的账目上已经没什么钱了，这几个月都没开过张了，又突然招募了这么多位镖师，我愿出10000两帮第一镖局渡过难关。条件呢？少夫人毕竟是女人，怕是不懂这镖局里的规矩，倒不如让我代为接管第一镖局。做梦呢，给我滚出去。10000两就想买我们第一镖局？陈总管，你还真是会做生意呀。只要少夫人您同意，这10000两即刻奉上，如何？不如何，开价太低了。想要收购，你做过背调跟估值吗？背调跟估值？没错，镖局地处凤城中心位置，房产价格肯定会增值，现有的价格加上它的增值价格远不止10000两。况且我们镖局的镖师个个都是精英，想要收购得把个人价值算上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第一镖局有先帝御赐的牌匾，这么算下来10万两都不够。少夫人，你这是要坐地起价呀？我忘了说了，刚刚我说的是黄金，你要是能给我10万两黄金，我可以考虑一下收购的事情。看来少夫人今日是铁了心要和我陈某为敌了。同行就是冤家，从你挖走张镖头开始不就已经宣战了吗？哎呀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张镖头可喜欢做假账，你得注意点。你胡说八道！这生意今日是谈不拢了。不过各位有愿意来我威震镖局的，随时欢迎。少夫人告辞。枪房里这帮绑钱鹰倒桶加钱，为扎子肯替地肯定还帮忙。这是你是亮楼客洋票。多谢总镖头。为登个窝了，只要累里你亮风配，要么是压仓累和为安氏得了你分送，我应哈里里可可扫雷。你让我凶过轰
华四阳，满老就这么给飞了。镖局当家说的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还真没这么想，是不是你小子动了心思啊？嗯，你可别乱说。但是这镖局确实没钱了呀，我这到月底拿不到俸钱，怎么办呀？我回去还得养媳妇呢。等。等什么呀？走。这哥们儿有病吧？他的意思是再等等，看看情况，再决定走不走。我可不管啊，咱俩可共进退啊。那就得看看到时是什么情况了。是我是我。半夜的你干嘛呢？有镖师想要走，我来告诉你一声。哦，哎，镖师都要走了，你不着急啊？人都要走了，我急有什么用啊？你赶紧回去睡吧，快去快去。哎，嘘，不要说话，好好睡觉啊。我心跳为什么这么快啊？等等。他没有赶我走，是让我在这儿睡的意思吧？既然是他邀请的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吧。可恶，他不会真的睡着了吧？禀告少夫人，全员十到五人，应到六人，少了一个人，看来还是走。如果谁想走，现在可以出来，我既往不咎。这是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要走，我肯定不会拦着。少夫人，我好，你出列吧。老赵，干啥呢？赵七，你也要走？你可是咱们镖局的老人呐。哎呀，少夫人啊，请见谅啊，我毕竟年岁大了，这身子也不争气了，你看我这旧伤又复发了，将来就算跑镖，恐怕也会是个累赘，就不在这儿麻烦少夫人了。不过少夫人你放心啊，我赵记绝对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，不会去威震镖局的。谁信呢？你跟那个张镖师关系那么好，你不去他那儿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？他是来找我了，还给了我二十两。你就值二十两。你等等，我之前可能没有说清楚一些镖局的福利和待遇，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说一下。任何人在镖局待满十年，我们将提供贷款服务。赵姬，你在镖局干满十年了吧？是啊。镖局作保将给你提供购房资金，其中30%由镖局出，70%将每个月连本带息从你的俸钱中扣除20%作为房款，直到扣完为止，每年利息3.75%，可以吗？哎呦，挺值啊！100两一年，这才3.75两的利息啊！是啊，这事儿不错呀，这。但是，如果中途你要离开，镖局将收回房子。还有，所有镖局成员表现优异的，到了年底会有年终奖，大概会有2个月的薪水。此外，若是有镖师在运镖中因为受了重伤而导致残疾的话，镖局将会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，所有医药费全部报销。在镖局待满20年的镖师退休之后，镖局每个月会给一定的俸钱，维持家庭生计。若是有人在执行任务中为镖局捐躯的话，他的家属镖局代为照看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吧？
赵记，这是20两银子，还给那个姓张的。另外，我特许你休息几天，我去看看老夫人吧。哎呀，那就谢谢少夫人了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训练？回来。10天之后，我将进行考核，挑选总镖头，而不合格的将离开镖局。走镖是个危险的工作，一有不慎就会死。如果不想死，就给我往死里练。现在，所有人绕凤城跑10圈。小左转，快步走。原来你早就想好对策了，害我白担心一场啊。秦振，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？听到了。这是谁的信啊？客户的。客户？哪个客户啊？目前我们有几个客户啊？风来仪你收吧，收拾一下陪我去一趟。凤来仪？你要去凤来仪啊？不想去啊？我以为你挺熟的呢，总不至于去了之后两眼一摸黑吧？不行，不许去。是这个神秘人约你去的？他约你去这种地方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种地方，我记得你之前经常去吧，现在还拦起我来了。这凤来仪我是去定了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就换个人。我去，去总行了吧？但是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，我让你走你就得走。真要去啊？我听说你那个相好的姑娘银烟也在吧？要不然让她陪一下客户啊。秦振，你不要把人想得那么不堪好吗？云烟姑娘是清官，只卖艺不卖身的。是吗？我听说你包了她1个月，花了这么多钱，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只卖艺不卖身的。来杯大冰了没？哎，等等，哪个房间啊？信上没有说，那人看着如此金贵，一定有他的消费习惯，住最贵的房间，点最贵的妞。大少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，哎呀，叶少夫人啊。是我，不必慌张。今天我不来砸场子，带我们去你这儿最好的房间。那已经有人了。正巧，我要见的朋友就在那儿。老板这么为难，难不成有什么原因吗？对了，云昭，你那个相好的姑娘也在吧？要不先见她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妈妈，云烟姑娘呢？
云烟他听说我夫君包了云烟姑娘一个月，他不会在接客吧？客官真是海量，再喝一杯吧。不急。少夫人，您果然来了。自然，金公子有请，哪敢不来。云烟姑娘也在啊。少夫人也认识云烟姑娘？认识，还挺熟的。金公子，走镖一事上次来的匆忙，还有很多章程没有确定。这是合同，你看一下。云州，我跟金公子还有事要谈，你带云烟姑娘先下去。谁让你接客的？你不是说那些人都不是东西，喜欢折磨人？我是看您可怜才花钱包你的。是妈妈逼的，奴家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少夫人真是个奇人啊，既然这么大方，任由自己的夫君和红颜知己独处，在下佩服。咱们正事要紧，这份合同你好好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合同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的特色，所有的内容权利义务都在里面，然后在最后签个字就好了。不过在签字之前有件事情我要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？您的身份，如果有户籍证明就好了。这要是假名，就算你签了字，这份合约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应。怀疑我的身份？不敢，我就是以防万一，这叫做商业避险。少夫人，这份合同在下签不了。骗子，你要是不愿意，谁能逼得了你？是真的，您这几日都没来凤来意，妈妈又听说第一镖局要破产了，就逼着奴家接客。奴家心里是万般不愿，可若是不愿，妈妈便动手对云烟打骂。叶少爷，要不你把我赎出去吧，奴家实在是受不了。是吗？那看来金玉这个名字真是你的假名。哦，这都被你猜到了。您的名字有玉，金钱玉，身份嘛，大概猜到八九不离十。阁下身份尊贵，有这样的顾虑是正常的，但你可以相信这份合同除了我之外无人知晓。你要是还有顾虑的话，可以找人代签，只不过这个人得有社会地位，可以承担风险，并且和你有关系。少夫人的行事风格真是让人意外，如果少夫人是个男子的话，将来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哦，金公子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从一开始您就知道我是女子，但您还是和我坐在一起，这是男是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这个能力能和您做成生意。好，我会安排人签订这份合同。像少夫人这样的女子嫁给叶云州可惜了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静候佳音，先告辞了。
少夫人这就走了？不，我去找老鸨谈一谈违约赔偿的问题。王爷，那个女人难道知道了您的身份？她是个极其聪明的女人，被她猜到也无妨。不过这个事儿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叶夫人，求求你就成全我跟叶少爷吧，只要叶少爷赎了奴家，奴家入了叶府，为夫人当牛做马伺候。你想赎了他？是。这不戴了绿帽子还要赎别人，看来是真爱啊。我要是棒打鸳鸯，岂不是成了罪人？哟，这云烟啊可是我们凤来仪的头牌，要赎他可不便宜，至少得这个数。500两。5000两。妈妈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来找你不是因为赎人的问题，而是因为违约的问题。叶大少以1000两包了云烟姑娘一个月，在此之间你方并未履行合约，还让她接客，所以你不仅要将1000两原封不动的奉还，还得赔偿我方损失，共计1500两。叶少夫人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谁能证明他叶大少给了1000两？你们第一镖局是穷疯了吧？居然来凤来仪找茬。妈妈，这凤来仪是个销金窝，想必为美人一掷千金的金主不少，妈妈收了钱货卖三家的也不少，我倒想看看这些金主谁想当这个冤大头。这些金主一旦流失了，你将损失的可不是1500两，我说的对吧？最多这1000两原封不动的奉还。哼，那不行。叶大少一片真心被辜负，头顶绿油油，这将来别人该怎么看他呀？500两我还说少了呢。那这赎云烟的事儿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不管。不过我友情提醒你啊，他现在身无分文，这1500两你得交给我，毕竟这个钱是他偷的，自家的丑事我就不便多说了。哎，谁偷的？叶大少，你想赎人恐怕是不行了，不过你可以把自己卖在这里当个小官，正好也成全你俩，这传出去也是个佳话呀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哎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谁？秦姑娘真是越来越让人感到惊讶了。让金公子见笑了。金公子这是要走啊？要不一起？在下的荣幸。妈妈，这个银子，快快去把钱拿来。妈妈，这10两银子算是替他给的，让姑娘好好照顾。叶少夫人说笑了，这10两银子可不是云烟的价格，只够最下等的姑娘。那烦请妈妈好好安排。秦小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必了，叶府的马车叫来。若是秦小姐想休夫的话，可得通知我一声。我秦真不会休夫，只会丧偶。告辞。秦小姐，明日我可否登门拜访？恭迎阁下大驾。秦真，秦真，叶公子，你配不上那个女人。金公子，她已经是我的夫人，你恐怕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吧？现在是没资格。
以后可说不定。娘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真儿，我听说周儿要给那个青楼女子赎身，这混小子，真是他气死我了！他爹都不敢干这事儿，你先别生气啊，你等会儿他回来，娘给你出气啊。娘，我不生气啊，你都不生气了？哎呦，真儿，你这次当真是被气狠了吧？娘，这段时间你对我很好，事事关心体贴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库房我已经进去过了，这个钥匙还是你自己保管吧。一旦镖局真出了什么事，里面的东西也够你后半生了。哎呀，真儿，你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你要是缺钱了，你就随时进去拿啊，娘信你。那好吧，我先替你保管着。只是云州，我可能不能再管他了。哎呀，这混小子真的是，他真的是太荒唐了。娘不认他了，娘以后就认你。他若再敢提休妻，我便将他赶出府去。娘，他本性不坏，就是心性不定而已，所以才被人诱骗过去了。那你就再帮帮他呗，好不好？娘，你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你要走了？娘刚睡下，我们换个地方聊。你真的要走？半年或者一年吧，看镖局的发展。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秦公子，请。哎，秦姑娘，售后服务室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售后调查研究表，上面都是我们的老客户，资料很保密。在每次走标结束之后，我们都会有售后的服务。如果有标物的丢失或者是损坏的情况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联系客户商量赔偿的事宜。如果是我们的老客户的话，都可以享受我们的 VIP 价格，而且还有一对一的服务。
这边请，金公子。嗯。哎，这个是？啊，这个箱子是我们特意找人设计过的，需要密码才可以打开。这是什么字？这是 A B C D， 就跟我们现在说的一二三差不多的意思。不过我估计应该没有人知道。对了，金公子，如果我们的物品很小，但是又很珍贵的话，我们可以由三个字母锁组成的密码锁来保护。而且走标前呢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密码，所以还是很安全的。而且我们的物品有专制的铁笼来保护，防止旁人损坏。秦姑娘想的真是妥帖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了。在下告辞。合作愉快。秦姑娘的才能，在我生平所见的女子之中，可排魁首。只可惜所托非人，实在令人痛惜。痛惜就算了，既然合约已经签订，那请金公子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把镖送过来。好，货交给你，我放心。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慢走。他刚刚为什么拉你手？达成合作之后的一种礼仪啊。什么礼仪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是人妇。哎，我很快就不是人妇了。至少你现在还是。叶大少，你懂账目吗？你会谈业务吗？你知道应酬吗？你能给镖局写战略策划吗？这些如果你都会的话，根本就不需要我出面。金公子知书达理，极懂礼数，你注意点分寸。他懂礼数，他懂礼数还拉你手，所以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现在开始，所有人将会有七日的上岗培训。七日之后，镖局内部进行选拔，以下内容分为笔试和比武两个部分。笔试部分，所有人都要参加。这些是参考书，这本是行为规范手册，所有人都要考。这本是走镖行为指南，所有镖师必考。最后一本是销售技巧培训，所有销售和售后人员必考。考虑到你们的文化程度有限，笔试将用面试的形式进行问答。我希望你们将参考书全部倒背如流，到时候我会根据你们的表现打分，并且计入月考核和年终考核。另外，考核第一的人这个月奉钱加倍，还有十天的年假。少夫人，少爷参加吗？随他，我参加。叶总管，把参考书发一下。是，少夫人。我就是一个厨子，考什么试啊？还销售技能培训？哎。老赵，你怎么样？我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我也看不懂。潘石，你咋样了？已熟背如新。你这也太凡尔赛了吧！
没法干了，这活干不了。胡说，那房子不想要了？你刚娶了媳妇儿，就忍心一直让她住在胡同里啊？那这我也就是开个玩笑。但是你说，镖师能走镖就行了，你这考什么这破玩意儿啊？镖师在走镖的途中，重要的就是经验。这本书中，将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囊括其中。可见，少夫人是下了一番心思去收集的。你我当中除了赵哥都是新人，谈不上什么经验。熟读此书，不仅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指点，更有甚者，可以救我们的命。救命？哎，我看我这次年终奖是没戏了。我本来还说给我媳妇儿买个镯子呢，买不了了。嗯，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教你们。少爷，真的吗？你哎，你能不能一个字一个字教我？哎呀，好。哎呀，少东家，你可是我们大恩人呢、啊，要不就从第一页第一个字开始。嗯，哎，对。只要那些镖师们上岗前培训通过了，就能直接上岗。也不知道他们背得怎么样了。叶云州那话按理说应该也能安分了吧？哎，为了第一镖局，我真是付出太多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自从你接管账房之后，我这身上连一两银子都没有。你不批，账房也不敢给我。账房打过招呼了，直接领就好了。不用，我就要我的俸银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得第一。但现在方程式是我最大的劲敌，他说他把那些东西都记下来了。小方啊，没想到他武功高强，还可以过目不忘，真是人才。你怎么这么夸他？这是你们的内部斗争，我可不参与。只要我在这镖局一日，你就得管我。这是你说的，上级对下属的职责。进来吧。难道被他看出来了？我是故意找由头缠着他？应该不是，我没露出什么破绽吧？不用，就在这儿聊。嗯，这样吧，我先教你费曼学习法，再教你康奈尔笔记法，这些要点呢，你都要记下来，最后再用思想导图画一遍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记住了吗？虽然他之前说不管我，但他现在依旧在教我，这是不是说明他不生气了？他认真的样子真好看，声音也好听。不知道他和黎叔放哪儿，我得撕了他。哎，你这个智商。这样吧，给你拿一本，你自己回去看吧。赶紧回去睡吧。那个，我能睡这儿吗？你一个下属，怎么可以跟老板睡？怎么啦？能力不行，想用这招啊？这也是我的床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不是。账怎么不对啊？这儿还有这儿都不对，我之前绘制了表格计算法，怎么没按那个来呢？少夫人，老朽当账房几十年都习惯了，您说的那个什么表格记账老朽不会，我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
也该回家颐养天年了。我之前说过，在镖局干满20年，退休之后每个月还有俸钱，维持家庭生计。可您这还有3年才满20年。镖局正是用人之时，要不池先生，您再考虑一下。叶总管，咱们后厨怎么回事？镖局的人也不多啊，这个支出怎么这么大？谁管的账？是池货，他是账房的儿子。哎呀，我说厨房支出怎么不对劲呢？原来是你在偷吃啊！我是这第一次，第一次啊，这么熟练？那两次？我不管你第几次，收拾东西吧。啊，赵夫人，你们我上有80岁的老母，下有妻儿呢，还你爹不60岁吗？赵夫人。虽然说吧，你看我吃的胖，但是我聪明啊，我能让咱们镖局这个非常伟大，这个发扬光大。行，那我给你一个降职查看的机会。一呢，劝你爹留下，教你爹新的算账方法。二呢，少东家跟你们住在一起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，帮我好好盯着。好，为少夫人这个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么一说，我成了夫人的眼线了，不对，是心腹。嘿嘿，名将暗生，哎，出头人在这儿。哎，吃货，怎么了？有人给少东家送了一封信，我看见少东家偷偷塞到了枕头底下。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就敢偷来了。干得不错。吃货，帮我盯着少东家，他要出门的话，立即来报。哦，夫人，这里面写的什么呀？一封情诗而已。月上柳梢头，年约黄昏后，还挺有情趣的。啥意思？放回去吧。月上柳枝头，啥柳枝头？今日他都干什么了？练武吃饭背书，继续练武吃饭背书。没出门啊？没有啊。听说有人给他一封信，是啥信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
你轻点。轻点就不管用了，你忍忍啊。你腿疼不疼啊？腿不疼，就是肩膀有点疼。好像有点脱臼了，你忍忍啊。我还没动呢，你就喊，骗我呢是吧？他还挺关心我的，揍我的时候那么凶，一点都不怜香惜玉。女人果然都是两面心。你最近还挺上进啊，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有位姑娘在等你。什么姑娘？难道是云烟找我？什么时候？哦，对了，信里约我见面了。不对，重点是她怎么知道的？云烟姑娘的情诗写得不错呀。她的表情很不对劲，难道是气疯了吗？果然，一定要稳住。哦，他还写了情诗啊。不过那个信我可真没看啊，我拿到信我就把它塞到枕头底下了。哎，对了，他还说什么了？想看啊？想看自己回去看啊。不想知道。我待会回去就把那个信给扔了。哦，不对，我把枕头都给扔了。那是你的事，我可不管。走啊！这事儿能这么做吗？不总觉得很冒险呢？俸银加倍，有十日假期，最重要的是有年终奖。好，我决定了，跟你干这一票。你怎么又跟鬼一样啊？我们刚才说话你听见了吗？听了个大概。这是什么？作案工具啊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我帮你拿呀。好啊。你们几个用这个来偷试卷，很聪明啊。少夫人，主意啊，是迟货出的。主意确实是我出的，可是具体实施计划是赵记制定的。计划是我制定的，但是作案工具是方程式提供的。你做的？我是被拉下水的。你数学怎么样？就是算术，你知道勾股定理吗？懂二次函数吗？听说过奇变偶变，符号看象限吗？何为勾股定理？想知道？那不如我们俩做个交易。少东家最近需要有人刺激他上进，我觉得你是最好的人选。这是我们能听的吗？老赵，我们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怎么回避？明显少夫人这是不拿我们当外人呢。少夫人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刺激他，打压他，教他。少东家，我们来打个赌，如何？赌什么？就赌这次考试，谁输了，一个月内给对方斟茶倒水，如何？我去，老方这是在挑战少爷的底线。好，我和你赌，不过我要加一点，输的人
大喊三声爷爷。如你所愿。自作孽不可活，少爷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少东家请，方程式不必参加笔试，他保送通过。凭什么？我忘了，他是特殊人才，有特权。大喊三声爷爷，少东家，你可别忘了。这不算。也对，这样在下也胜之不武。免考就算了，我亲自去考。少爷请，您该进去了。我还有几样没背完呢。走镖前天降大雨，此乃偏僻之地，方圆十里并无人烟，你会怎么做？一看二查三通过，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暂时入住，但会安排人员值守。错，这是一道陷阱题，听清楚条件，此乃偏僻之地，方圆十里并无人烟，突然出现一家店，很有可能是黑店，应该速速远离。走镖前有三不住、三不离、三会，分别是什么？不住新开之店，不住易主之店，不住花店。三不离：睡觉午息不离身，睡觉不脱衣，马车不离院。三会：会搭炉灶，镖师必须因地制宜搭建炉灶做饭。会修鞋，镖师在行镖途中若鞋子坏，新鞋伤脚，所以得学会修鞋。会理发，镖师在行镖之时少则几个月，难免会让别人看清，所以必须学会理发。嗯，如果在山林中碰到一个受伤女子求救，你会怎么做？嗯，是年轻女子呀，还是中年女子？中年女子。中年女子，那当然得先救下来了，然后在不影响行程的前提下就近安顿啊。你死了。啊？为何？这也是个陷阱题，在山林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受伤女子呢？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，她假装受伤打入内部，待时机成熟将你们一起团灭。所以在走镖途中，不管是遇到老人还是受伤女子或者是幼童，都应该提起十二分警惕。嗯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遇到劫镖，对方人多势众，镖有可能保不住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。刀在人在，是与镖物共存亡。这是我给你们的标准答案，现在答案改了，你们的命比镖重要，我要你们都活着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先坐吧，不用那么拘束了。少夫人，我知道我这次考得不好，我对不起少夫人你，我对不起镖局，希望少夫人再给我一次重新考试的机会。哎，行了，都坐下吧。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你们考得不好，我也不会骂你们了。不过这次呢，我要表扬一个人，他就是赵进，我们镖局的老镖师。这次的题啊，全部答对，包括陷阱题，这才是一个镖师应有的职业素养。来，给他鼓掌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少夫人，是她给了我这次机会，还要感谢少东家，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，这个奖杯呢也有他一半的功劳，还要感谢我的好兄弟石货和方程式，没有他们的鞭策就没有我赵记的今天，还要感谢我的前女友。注意一下时长，结个尾吧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那请问少夫人，我与少东家孰胜孰败？嗯，平分秋色。我知道了。这次陷阱题呢，我都已经集成卷，包括我们的售后部潜入其他镖局打听到的那些情况和应对策略，也不多吧，大概十来页，我希望你们把它背得滚瓜烂熟，形成条件反射，之后我会抽查，听懂了吗？是。尹州到。这次的镖你跟赵镖师一起去，没有意见吧？好。这怎么半个玉佩？你这脏手别动啊。
你天天玩这一堆女子的香囊干啥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就拿这个来说，可有来历了。这是我第二次走镖的时候，一位漂亮的女子送的。赵记，哎，凭什么你得第一啊？实力呗。我跟方程式这小子还有赌局呢，我们一定要分出胜负。哎，不是有特点？我去见客户，男的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小芳，在，跟我走。好嘞。哎，等等。既然你求我的话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去好了。去见谁啊？金公子。什么？你去见他？你是不是想红杏出墙啊？你这次送的镖就是他的呀。好，见可以，但是不可以握手，还有要保持3尺以上的距离。谈完这事立马就走，还要到人多的地方。另外还有第三个人在场，那就是我。哎呀，要你自己去谈。哎呦，幸亏这次啊，少爷发挥的不错，是个平局，要不然就玩大了。哎呀，这老方啊，还是有两下子的。秦姑娘，又见面了。哎，金公子，这是我上次跟你说的计划书。妙，只不过，敢问秦姑娘为何要找我？这不是应该去找府衙吗？找金公子比府衙好用，以金公子的身份来推动这件事情要容易许多。有意思，你果然猜到了本王的身份。只不过这凤城镖局博览会由你第一镖局来举办，你给我什么好处呢？由王爷做牵线人，可以加入镖局比武切磋的元素，百姓都喜欢看热闹，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。他们一来不得吃喝玩乐，这样酒楼商会的营业额就能有所增长。比武只是噱头，既是博览会，那么在举办场所中就可以把麻将、旗袍这些新鲜东西推广出去。而这次博览会只是一个试点，将来不管是衣裳、绸缎、茶、瓷器等等都可以开博览会，还可以吸引很多别的地方的商家，这样就可以带动本地各行各业的发展，自然也可以提高本地的税收。王爷，这是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。从经济上来说，王爷的属地在整个魏国排不上前10，但我相信未来几年凤城可以成为本朝最富庶之地。那你想让本王做什么？由王爷牵线，说服其他商家参与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初步合作意向已达成，我为王爷如此出谋划策，那么我也得为第一镖局谋取一些福利。你说吧。一，这次是第一镖局作为承办方，那么其他参加博览会的商家必须要赞助才有资格，毕竟筹办需要资金。第二，我做这些也是为了给第一镖局扬名，可以跟其他商家合作，由王爷担保想必要容易许多。原来如此，秦姑娘下的一手好棋啊。只不过我有一事一直弄不明白，像秦姑娘这么优秀的女人，为什么要留在这么一个废物的身边？他是我夫君，烦请王爷注意措辞。哦，秦姑娘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上次
万客满意啊。参见王爷。本王会赎你。那以后奴家就是王爷的人了。你不必跟着本王。这是为何？我要你去勾住一个人的魂魄，让他为你神魂颠倒。王爷要奴家去勾引何人？叶家公子叶云州。你们这儿能送信吗？到京城的。先在这里登记，然后去里边，有销售会跟你谈。什么登记？姓名、地址、委托任务。那送个信要多少钱？不知道，问销售。过几日能到呢？不知道，问销售。一问三不知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不知道，问销售。能送。你要加急吗？如果加急的话，可以尽快送出；如果不加急，可以拼单，价格要便宜不少。但是要多等几日。不急，家书而已，但是也不能等太久了。十日之内肯定送出，先登记，这边请。好。反正是人手不够，让你来体验前台，感觉如何？实在是太没意思了。哎，勾股定理我已经研究明白了，还有什么别的新知识教我吗？设计这个有没有兴趣啊？这是看看，这是啥？这是麻将，一共152张，是一种娱乐的东西，但同时呢也可以赚钱。怎么样，能不能设计？太棒了。哎，这里边又包含着什么科学道理吗？这个呢，等会儿啊。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公式，等你做好了我来教你。太深奥了。少夫人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它研究出来。哎，我们镖局还是缺人呢，尤其是缺一些长得好看的人。啊，我长得不好看是吗？好看啊，但是明天你就要送镖了。少东家，你的信。接。怎么不接呢？本来我还不感兴趣，你既然撕了，我还挺感兴趣的。给我。你知道什么叫掩耳盗铃、欲盖弥彰吗？哼！哎，以后这种信别当着夫人面送了。是。明日将叶府所有下人进行背调，也就是背景调查。如有不良嗜好的，比如说私下赌博什么的，不必说，直接开除。明日的财务，也就是账房的面试，改到下午2点。将我之前绘制好的表格先给他们看看，试试他们的反应速度。对了，最近老夫人怎么样？老夫人最近精神有些萎靡不振，连吃的都少了。她就是少一些精神寄托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让她精神百倍。比给我。你让我在哪儿画？
共152张，图案我一会儿补齐，尽快让人赶制出来。对了，我刚说的都记下来了吗？哦，少夫人，奴婢愚钝。你是府上为数不多会写汉字的人，现在看来私人助理又要换了。周儿，娘，都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你这是第一次走镖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娘。早去早回啊。没了。没了。少爷，准备的干粮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牛肉干。好嘞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一瓶化骨水，一瓶迷魂香，行走江湖毁尸灭迹必备。毁尸灭迹？不是，我就去走当镖，这不至于吧？不要，那算了。哎，都拿着，防万一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少东家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周儿，娘，别忘了写信回来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。照顾好去吧，走吧。娘，别太担心，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总算是走。珍儿，你说的那个麻将准备好了？做好了。快教教娘怎么玩啊，娘早就手痒了。走。石化，小芳，跟上。东家，第一镖局这次派了俩人走镖。就两个人走镖？那废物去了吗？去了。那就安排人把镖给劫了。好。等等，切记做事要隐秘些，莫让人看出端倪。知道了。周儿都走了一日，六童，哎，我们这也打了一晚上了，罚残。碰。再打一圈，再打一圈就行了啊。老夫人，你昨天晚上就说再打一圈，可都打几圈了呀？年纪轻轻的，什么精神？娘，久坐对腰不好，要不让叶总管来替你。夫人，要不？我替你打两把。你替我打什么？我自己都没打够。四万。不了。小芳，你又点炮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也胡了。哎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也胡了，一炮三响。掏钱，老方，不可能啊！拿钱，方程式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啊！快点的，掏钱！快点，快点！夫人，王爷来了，叶总管，你来替我。娘，你先下去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少爷刚走，这王爷就来找少夫人，看来有事儿，我得先去盯着。你给我坐下，你去盯什么呀？接着打。不是。这老方都没钱了，就这些了。你也去盯着点，有什么事马上过来禀。是，夫人。
不知这凤城镖局博览会的事筹备的怎么样了？还得等一段时间，招商引资的事情还在推进中。何谓招商引资？根据当地投资环境的销售性，有项目就找资金，有资金就可以找项目。这样，这次的凤城博览会先招标进行预热，将项目预热加售，最后再由王爷牵线，开一个凤城商业动员会议。王爷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简单，只要本王发话，他们不敢不听。被动和主动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商人重利，这次博览会由他们展出的东西毫无吸引，又如何引起别人的兴趣呢？王爷，搞这样的盛事，最终的获利方一定是凤城。如果是为了凤城，便也算是为了本王。秦姑娘，本王心里很是欢喜啊。倒也不是为了王爷，毕竟只有凤城经济好了，商业起来了，才会有人脱标。像秦姑娘这么优秀的女人，为什么要困于一个小小的镖局呢？王爷，这是何意啊？来本王身边替本王做事，整个凤城都由你说了算。那倒不必，我没有这么大的野心。你有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镖局博览会，我就能看出秦姑娘可不是什么池中之物。只要跟了本王，不管是名利还是钱权，我都能给你。条件呢？做本王的女人。我有夫君了。那个废物啊，这个好办，只要交给本王，保你无后顾之忧。王爷可能误会了，我不喜欢钱，我只喜欢赚钱的感觉。名利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用，至于权，我更不会沾手。名利钱权你都不要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思即我行，我思即我得，我思故我在。那你应该清楚忤逆本王的下场吧。看来王爷很喜欢这种逼迫人的手段。不好意思，我秦真从来不受人胁迫。真不愧是本王喜欢的女人，一身铁骨铮铮，本王倒是很乐意看到你下跪求我的那一天。当家的有何吩咐？以后把第一镖局给我盯紧点，有任何异动事无巨细速速来报。当家的，第一镖局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威胁啊，为何要盯死他？有人让我们针对第一镖局，而且这个人将会是我们以后最大的靠山。明白了，还有，立刻把我们的镖力降低三成，跟他们抢生意，不要让他们一个镖也接不到。再找几个地痞流氓，就在第一镖局附近晃荡，如果有人往那儿去，立刻驱开。是。就凭真儿对周儿的一片真情，那楚王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癞蛤蟆吞月亮，痴心妄想。哎呀，这鼻子怎么这么痒？鼻子痒，是不是二筒啊？二筒。哼，哎，西风，哎呀，我刚刚给你们准备了四个菜，万万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陪我玩啊！啊，万万，哦，明白了，四万，碰，这运气太好了，没办法，哎呀，哈哈，
这周儿一去得七日吧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一路平安的回来。七天，饿了应该想吃饼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起饼。砰！等等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在作弊？老方，你看夫人像是作弊的人吗？啊，你就应该多吃点猪的红心补一补。坐下。红猪 ，Apple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方知事，嗯，给你个任务，给你派些人手，那些麻将需要批量生产，要尽快。是，少夫人。识货，哎，你辅助他。好嘞。娘，这个麻将暂时打不了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跟王爷聊崩了，需要做好准备。叶总管，新来的销售你帮我盯着点，帮我统计下人数。是。发财。胡了。哎，怎么了娘？坐坐坐。哎，我的腰。我就说了吧，你不能坐太久，从今天开始啊，至少三天不许打了。哎呀，没那么严重，我再打一圈都没事。十天。那就先休息三天。麻将啊，是人情世故，不是打打杀杀。就你那破方式，我看再弄，嘿嘿，你的研究经费就真没了。今天来了几个客人啊？嗯，就一个。一个运镖的都没有。退单的倒是不少，就算那些交了定金的，宁愿把定金退掉也要取消。取消？这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啊。现如今除了少东家走那趟镖，咱们镖局是一趟镖都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少夫人，您的信。叶总管，你看着点，我出去一下。好。秦姑娘，这么快就又见面了？王爷行动可真快啊，这才一天就给我找这么多麻烦。秦姑娘，若非如此，你又怎么明白本王的用心良苦？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你回到我的身边啊。这才是第一步吧，后面呢？王爷打算怎么对付我？你委托我送的镖货不会也只是个坑吧？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价值3000两的镖货被劫，第一镖局无法抵偿，便将第一镖局抵给本王。所以这个圈套王爷是什么时候设下的？从你拒绝本王的时候，我估计现在你那个废物夫君应该已经吓得尿裤子了吧。将人逼入绝境，逼迫人妥协，这就是王爷的伎俩。这个法子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王爷这哪是看上我呀，这明明只是一时兴起，跟猫斗老鼠差不多。你们这种当权者向来都是高高在上，不把人当人看，对吧？秦姑娘既然今天来了，本王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着本王，想要什么，有什么。王妃之位你给吗？整个王爷府你给吗？我要你所有的资产你给吗？哼，叨叨半天什么都不给我，还想 PUA 我？就你这个手段，对付那些心理素质一般差的人还差不多，对付我，确实有点上不了台面了。PUA？啥也不懂，我看你这么熟练，应该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手段了吧？归根到底，你就是喜欢狩猎的过程罢了。哼，所以说不要跟我说什么喜欢不喜欢，你跟我之间就是一场较量。你既然已经出招，我便接招就是了。另外，你笃定叶云舟一定会失标，但是我赌他绝对不会。还挺了解本王的嘛。
哎呀，这个游戏是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严一，你怎么看？属下只懂得打打杀杀。你觉得本王是个无情之人吗？属下只懂得打打杀杀。你还真是块木头。叶总管，放出声去，明天我们搞个免费活动，免费为人走镖，时间只有一天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少夫人，免费为人送镖，你不会是让人刺激疯了吧？没有，我冷静得很。少夫人，对了，麻将怎么样？昨夜我召集了所有人，只做了50副。叶总管，再放出风去，明日之内，凡是在我们镖局下单的人，都送麻将一副。少夫人，这麻将是有成本的呀。再说整个凤城都没有这玩意儿，咱最少一副能卖20两。你免费押镖还送麻将，你是不是被什么事儿刺激疯了？脉搏平稳，并无异常。叶总管，明日之前务必让全城的人都知道。没问题。开米铺的吴掌柜是我二叔的三大爷，开绸缎铺的徐掌柜是我二姨的三叔，还有那个开胭脂铺的孙掌柜是我二姨的三叔的小儿子，都是亲戚。叶总管，你家关系网挺硬啊。那就拜托你了，吃货方程式，明日之前麻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最好能够凑齐100套。是。少夫人，少东家的信。夫人，有带给我的话吗？帮我拿一下。好嘞。哎呦，这出门就开始写这么长。哎，老方，看看写的啥？这是你们能看的吗？哎，写的啥？媳妇儿，走的第一天想你。我们从凤城出发，路过黑风岭。话说这黑风岭的风景真是优美。要是媳妇儿你在我身边就好。能跟我一起看风景，不过这黑风岭有些奇怪，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受伤的女子，我一直谨记媳妇儿你给我出的易错题，就没搭理。但是吧，赵姬她一看到女人就走不动路，还是被我拽走了。媳妇儿，关于这点我已经严肃地批评过她了。媳妇儿，你说过这荒郊野岭的突然有家店，那必定是个黑店，我一开始还不信，所以在门口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，但是门一开，一个风韵犹存的老板娘就迫不及待地走了出来。括弧，这绝对不是夸赞，我媳妇儿比她好看多了，也就是赵记喜欢，她看的眼都直了。幸好机智如我，蒙住她的眼睛，直接就赶马车就走了。媳妇儿，我好想你，你想不想我呀？赵记催我赶路了，他说到了雍城卸了货，要带我去见识见识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跟当地的姑娘深度交流一下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肯定是要飞奔回来见媳妇儿你的。哼，赵记，黑店，受伤女子，果然派去劫镖的人还是用了这种套，都不知道换。王爷，你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。来来来，这里看，这里瞧。小芳，这样不行啊，少夫人交代咱们得喊出来，得喊得响亮。开玩笑，我是什么身份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知道什么叫人情世故？你知道老夫人为什么天天能碰白吗？走一走，瞧一瞧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搞活动，麻将啊，走路有啊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，送麻将啊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叶总管，哎，少爷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少爷，这趟镖走得也太顺利了，我媳妇儿肯定会夸我。
哎呀，可不是嘛！哎，少爷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第一镖局超级大福利，免费送镖，免费送麻将，不要错过。什么鬼啊？少夫人的主意，你去问他。你慢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，我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哎呦，我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哎呀。大头，哎，不要。北风，碰！哎呀，六万。麻将是一种适合四个人的游戏。我们的麻将用红木制成，有各种不同的玩法，愉悦身心。在凤城甚至整个大魏国只有我们家有，而且价格不菲，只要前100名就可以免费赠送。市长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真的假的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我们第一镖局实行会员制，办理年卡只需要299两，就当是预存，首单全免，一年内运送镖货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，运费从预存里扣除，而且我们还送价值100两的麻将。只不过我们这次的免费运单只负责从凤城到雍城。我要办年卡，太划算了，不仅可以免单，而且还可以送麻将啊，简直超出了我的认知。哎，我要办年卡，办年卡，办年卡，办年卡。小叶，麻将到底好不好玩呢？好玩啊，二大爷，简单易学，老少皆宜。你媳妇和你娘不总是怄气吗？让他们打几圈，好得跟姐们一样。小叶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三大爷。哎，真乖。自从学会了打麻将，我这身心变得特别愉悦，饭都能多吃好几碗，我能一口气从凤城走到雍城呢。我去办年卡，迟了就没有了。办年卡！要办卡的人去那儿办。你快快快快快办年卡！老赵，你说咱们辛辛苦苦啊，马不停蹄的把镖给送完了，这7天的镖我们只花了3天，这回来都没人搭理我们。稍等一下，要不咱们也庆祝一下凤来仪如何？不行啊，老赵，我已经洗心革面了，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的。假正经，你就这么带坏少东家？这个月奖金没了。哎哎哎哎！少夫人，冤枉啊！东家，张彪，带着兄弟们围着凤城跑10圈。是。说吧。他去劫镖的人病倒了。什么？那镖呢？到底劫到了没有？没。那人把钱退回来了，而且他们说以后有关第一镖局的任务他们都不会接了。不可能啊，派去的不是杀手榜上排行前10的吗？就劫个镖有这么困难？